贵州雷山县，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部，因苗岭主峰雷公山而得名。树木林立，瀑布潺潺。雷山县素有苗疆圣地的美誉，被誉为苗族文化中心。这里有中国苗族第一寨西江千户苗寨，这里的人们心灵手巧，锻造出精美的苗族银饰。他们能歌善舞，每到节庆跳芦笙、踩铜鼓、唱苗歌，各式活动精彩纷呈。这些传统民俗和手工技艺不再蒙尘，古老的大地升腾起崭新的希望。